各位观众朋友，真欢喜你半时间收看即个节目。我前话有在讲着，耶稣的学生，一个叫做彼得及约翰，因有一日欲去到伫耶路撒冷圣殿，伫二内底传耶稣格外消息的时，拄拄欲入去即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啊，就看见伫即个。 城门口有一个所在叫做水门，啊，底下有一个乞丐，底下在奔走。啊，彼得佮约翰看见，就台讲一句真出名的话是，是讲什物？讲金银我拢无，毋过我将我所有的给汝，啊，以所有的即个彼得讲是甚物？从耶稣的名命令汝起来。 啊，然后伊讲了，就伸手牵即个变衰诶人，骹，咱讲做瘸腿，未当徛，未当行诶人，就来扭起来。结果一个扭开，即个人煞好起来，毋但好起来，就安尼用跳诶，用行诶，安尼用跳用行，咱得讲做载歌载有啊。 我、啊、来，俄罗上帝啊，对彼得阿哥，搁济济军将就安尼入去亚罗沙令城内哦。啊，然后咱啊，坐台看《蜀道行传》即本册，作者叫做罗家。即、這个罗家，伊就开始在写，然后遮亚索的学生拄着的问题，就是对第四章开始。 咱会当安尼了解《使徒行传》对第四章开始到第二十八章结束，就是伫写到耶稣诶学生后来对十三章开始，伫写到新人写到保罗，伊伫传福音诶中间所拄着迄个逼害诶问题哦，拄着阻挡，啊嘛去发现即种逼害压力。 就是对什么人开始，对原来有太教的宗教领袖，对这信耶稣的人的迫害，啊，然后这个迫害煞转移到在罗马政府的政策里面开始，真严格地出台这种信耶稣的人哦，安尼，咱的我有在讲讲。 有一句话伫形容基督教会，讲基督教会就是起坐伫耶稣留的会，甲遮的殉教士，殉教士在讲为着传福音来献出性命，这殉、個、教，这耶稣基督的会，甲殉教士的会的基础的顶面，麦当安尼了解，哦，搁另外一句话就诚深酸。 伊讲，若无有可能，若无有可能，就无有迄种用药的免流，吼、哦，用药的免流冠免，即个免流。若无、这个、有可能，传播因的可能。 得无有即种福音带来迄个荣耀诶面流啊，即嘛会当讲出基督教诶教会，无论伫世界对一个角落对发展，毋但是开始，甚至后来过程，拢会拄着一种受迫害诶经验。其实远能毋免去讲，敢若讲咱台湾即个土地伫日本时代。 哦，战争开始发起诶时，日本对美国发动战争诶时阵，就对这个基督教会，伫台湾诶基督教会，采取经验学诶压力。哦，我捌讲过即个故事，讲会去要求张了教会买礼拜进前，民拢爱往东经，为天皇来祈祷，啊，会派。 警察去看，啊，若无只牧师就抓去练心术，去关，去训练。哦，你、這個，你啊看，这是日本时代，但到国民党来到，到伫台湾统治台湾的时阵，国民党执政的时代嘛是共款。一九六零年到伫九零年，上了教会，迄个戒严令的下面。 经验到真大诶压力哦，即种诶压力是国民党互张乐教会啊，所以张乐教会伫国民党戒严令诶下面拄到真大诶压迫哦，即真坦白讲是安尼哦，我家己嘛去经验着安尼，因定派政治人员来参加礼拜，会、啊、去教会摕周报。 啊，其实你啊，搭看今仔日嘛是共款，伫中国个所在，毛泽东一个起来讲啊，中国个是伊伫落一个命令，一九四九年伫发表即个命令，伫一九五一年一年底进行，整整所有个外国个传教士拢总爱离开中国。 这是啊，若无离开，著、就是掠去官，所以有真侪贫妇、收入拢掠去，掠去官，甚至有诶掠去伫倒位，掠去伫迄种罗家雅底下来来减压迫哦。这是伫毛泽东诶时代，到底今仔日哦，你若看咱后底做中国发发生诶代志。 伫习近平诶手下，中国已经有几百间诶礼拜堂拢拆掉，啊，有几啊百个神妇牧师掠去关，啊，甚至天主教诶主教也掠去关，啊，这拢是逼甲罗马教定哦，即、這个万德工今仔日。 教宗一直在想，安怎将这个传道者，因的主教神父解救出来，甚至也在想讲，阿哪来承认中国有这个主教权，啊，建立外交关系，正式外交关系时阵，是毋是会较好些？不过伊嘛发现无较好些，哦，礼拜登一根一根听，神父主教得力。 牧师嘛是伫咧，啊，所以即种的迫害，达时阵在发生，伫达所在伫出现，这是基督教教会历史两千年来毋捌停止过。咱在看耶稣的学生出去传福音嘛是拄着即个代志，当即个何必得甲伊好，即个变水人用跳的。 啊！大声唱歌，欢喜啊！对彼得、约翰甲民众入去耶路撒冷的时阵，特别入去迄个圣殿内面，圣殿外面诶围墙啊，诶外面有一个真大个埕，啊民众大概拢聚集伫迄个所在。有犹太人的宗教书，像讲《旧约》啦，《撒都该派》人，《撒都该派》是一个宗教。 派系哦，还阁有迄落法律赛派、杀刀改派，这是因个宗教派系。啊，阁来有这时这时就是伫负责掌管圣殿的工作个。即人看到即个弘衣好个人，啊，伫正人个面前，啊，比着甲约翰大声伫正人个面前，伫甲正人讲什物，恁注意看即个人。 伊著是伫耶稣的名来得到医治，阿唔但呢，彼得甲约翰会大声讲什么？伊讲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用耶稣个话、耶稣个话的快力来给这个人得到医治，安尼会这时甲撒都该派的人听到得真刺插。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稍下注意讲，这杀都该派是一个宗教派系，因甲法利赛派对这种信仰的看法是无共款。杀都该派的人因无相信有天赛，因无相信，因嘛无相信什物有个话，因无相信有个话，这个物件因无相信。 因虽然是共款犹太犹太宗教，毋过因对这无相信哦。所以咱会当同咱共一个宗教信仰有无共款的派系系统，这毋是加拿大犹太教、伫基督教、佛教内底嘛是共款的。咱若做认真去阿看，有迄个无共款的派系传承哦。 啊！咱、嗯、呾、啊、看当时就是安尼，即撒都改派，因无相信有天神，因嘛无相信有个话，啊嘛无相信有迄个性灵感动诶，气力，因无相信即三项物件。保证确味法理赛派，即嘛是犹太人诶宗教派系一种。因即三项拢总相信，哎、欸，这真错味哦！即三项拢相信。 啊，搁来，第是这些，这些因敢相信虾物，某些律法的架势啊，法律赛排人，因是感觉神的的作品嘛真重要。安尼，咱得当看出讲，因听到彼得甲约翰在讲着圣神會的快乐感动，耶稣过话伊第即个人，因听拢袂落去。 听袂落去，就有动作。安尼，咱先休困一下，再过来继续。啊，即马来的问题提出，就讲你若注意大看哦，罗马帝国的政府真聪明，迄、这个聪明的所在，伊著是知影犹太人。 犹太人诶，结联是甲宗教信仰有关系，所以因犹太人会当安定，拢甲因诶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所以罗马帝国统治即个巴勒斯坦诶时阵，因就找即个宗教犹太人宗教领袖来地坛画即个权威讲伫即个耶路撒冷圣殿诶围墙诶内面。 咱安尼解了解，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啊，即个圣殿内底著是城内的城，所以有圣殿有个一个围墙哦，所以耶路撒冷城啊，然后内面有圣殿，圣殿搁有一个城墙给隔离起来，因为太著是安尼，若是圣殿围墙内底。 除了有犯着恁的宗教法规的，恁拢会当家己照恁的宗教法来办理。咱以后会讲到有一个叫做实体法，第四份认定违反宗教法来判死刑，用石头顶死去。诶、欸，你也看罗马政府真聪明，其实中国今仔日嘛是啊，中国。 今仔日伫中国有成立一个叫做基督教协会，啊，基督教协会即主教都是北京的政府伫控制，所以若基督教协会讲什物教会无合法，啊，因得去拆，啊，人得去掠哦，你会当看见中国基督教教协是甲政府合作。 犹太宗教嘛是安遮，犹太宗教个领袖是甲罗马政府合作，所以罗马政府为着要护遮个宗教领袖，特别是撒都该派遮个人，因有一个权力，因会派什物派警卫、派兵，啊，互因去执行要掠人个工作，违背因个宗教法。 诶，人甲掠起来，啊，安尼咱得当理解，因着无爱听虾物。因无爱听着讲耶稣四个话，因为若讲着耶稣四个话，因会感觉真见笑，因为耶稣第是因开会，即会宗教领袖开最高法庭诶会议，将耶稣甲处死刑，所以你若讲。 讲到耶稣是过啊，就是在肯定耶稣是对上帝来特别的一个拯救的困难，安尼会互因感觉讲阮、啊、做唔到，啊，佫真严重唔到将上帝找来拯救者家拍死去，啊，但拍死，伊佫挖起来，哦，因差得挡袂住哇！ 头先有在讲，因无法度相信国外即个物件，所以因就派人去掠什物？人，掠彼得甲约翰啊，达掠去关哦，啊，掠去关，因在开始讨论，可是掠去关无解决问题。我有伫咱节目中间讲过，因头一遍伫心灵感动的下面，性情大感动的下面。 安尼伫讲，耶稣已经过活，啊，真奇怪，因为圣心感动，互因讲的物件，逐个人听有。伫遮。犹太人嘅宗教领袖是认为耶稣嘅学生拢是凡夫走卒，什物偷海掠鱼嘅，无水准嘅人。啊，毋过因伫讲嘅物件，哪会互人感动？所以敢若头一遍圣心降临迄个祭旗迄日。 就超过三千个人受洗礼信耶稣，啊，这是事实，所以三千个，就是一个真大嘅溃拉伫耶路撒冷的所在。啊，今麦来第二遍是什么？第二遍就是彼得甲约翰，带几个身躯得到医治嘅变水的人，正做一个证人。 因为伊得到医治，原因是逐个拢知影伊本来坐喺水门门口做乞食嘅人，伊今日会当當起来，伊今日会当大声见证讲：“我著是得到医治啊，比的著是讲伊诶医治，著是國外耶穌嘅開拉同在，圣神做工，啊，即两项拢是倒该街诶人听袂落去诶人。 因为因听袂落去，所以就逐掠逼得约翰掠去关。毋过有一个事实，因无法度反对，因为听到的人真感动，所以就有加添五千个人。啊，过这五千个人是干那讲什么？干那讲查甫人。换一句话讲，那是包括富人人，佮包括囡仔。 即个青少年台算算诶，第毋是干若五千诶迄第绝对要几万诶人，逐个人信耶稣，相信伊过话，佮相信圣灵诶开力，伊伫即个变水诶人，安尼安尼，即个宗教领袖杀倒该派诶人，甲这时将彼得、约翰达掠去关。 因嘛无法度通去否定即个人已经得着伊滴个，一个得着伊滴个的人倚伫因个面前，因嘛无法度去阻挡遐个已经决定受洗礼压缩稣超过五千个查甫人，我有在讲，若包括青少年跟妇人，人算算个几万人，因无法度通理解迄到底是一个什物情形，因为迄是。 出现事实的因的镜头，所以因在隔日搁再开会，开即个宗教领袖的会议，就将因两个人对家甲伊亮出来，伊就问彼得，讲你是用什物？困力你用什物？困力来医治即个人？哦，这诚趣味哦。 啊，然后咱会去看到什物？看到彼得得真清楚的应答。当伊在讲用什物困难的时，彼得其实得是在讲什物。伊讲我无用什物困难，我是互那杀的人耶稣的名伊得到医治。那杀的人耶稣即句话、就是，得是已经在讲到什物，讲到即个人得到医治。 耶稣各我的困难，已经在讲这，啊，佮即个是甚物？恁家顶是袂家，我问题在造出来，你家顶是袂家。所以遮诶人，遮诶人听拢袂落去。啊，然后比着佫加一句话，搁较趣味，伊讲，因为伫即个天下无有别个名，无有别个名，好，咱会当通过伊。 无有别诶名，意思著讲除了耶稣诶名以外，你揣无别诶名会当通过伊来得救。遮犹太人诶领袖更较受气。伯嘛因为即句话，基督教会两千年来定起，往误会讲基督教即种诶摆摊性真强，因为伊讲除了耶稣以外，揣无拯救诶路，哦，找无得救诶路。 其实，咱会当安尼了解，彼得甲约翰的讲话对象，当时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啊，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我有在讲，因无相信甚物，无相信过我啊，毋过，彼得甲约翰的是在讲，即是过我耶稣带来的困难。所以，在讲，耶稣的是。 上帝找要来救咱，迄是当时对犹太人来讲一句话。当时嘅对象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因无相信耶稣，所以彼得约翰就甲针对因来讲这话，讲咱伫期待真久，即、这个拯救者耶稣已经来。 啊！咱爱靠伊来得到帮战啊！这是安尼讲。咱会当看着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看见彼得甲约翰拢是讨海人，啊，看因两个够遐勇敢，毋惊因咯。因是有官兵个人，爱毋惊因咧。因讲啊，恁即、啊、个无读册人，凡夫走逐，但是因两个都毋惊因啊，啊，著安尼勇敢讲。 因为毋惊因个勇敢讲煞，毋知要安怎，落尾因就落一个命令，阮放恁出去。但是以后恁袂使再再用耶稣诶名来讲任何耶稣诶代志，袂使再用耶稣诶名来讲任何代志。彼得约翰就讲一句真重要诶话，哦，伊讲，伊讲。 这是事实的代志，在恁的面前，阮听到的，阮所看到的，阮照实讲出来。所以在，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阮听恁的决着，也是在听上帝话决着？听恁的决着，也是听上帝的话决着？ 阮欲听上帝话，阮袂当听恁个话，恁家己去判断。彼得约翰已经伫讲一项，伫上帝面前听恁遮个宗教领袖个话较着也是伫听上帝话较着？啊，即、這个人话话见证伫恁个面前，恁拒绝，啊，佮阻挡，所以因两个人毋听，因就安尼离开迄个场所。 因无论安怎得紧，彼得约翰因嘛是继续出去，让做一件代志，传耶稣基督。啊，这其实对今仔日的基督教会真要紧哦。就讲、是、教会的存在，就是要传耶稣基督，毋是要传政府的政策，即项是真要紧。 毋是要传政府诶话，嘛毋是要传即个政治领袖诶教示，这嘛是今仔日中国诶基督教会拄着爱做一个选择。哦，汝是要听上帝诶话，抑是要听习近平诶话？伫台湾诶基督教会嘛是安尼，是要听圣经诶话，抑是要听即个？ 在政治派系的支持，这个、这个台，今仔日的台湾的教会，都要尽心尽瘁的个功课。真多谢你半时间收看这节目，平安。